各位朋友，大家好！《风起洛阳》开播了，所以呢，从今天起，我们就来说说这部戏。和几年前的《长安十二时辰》一样，《风起洛阳》这部戏的小说原作者也是马伯庸先生。熟悉马先生作品的朋友们，可能都会发现，他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虚有实，虚的多是小说描写的主要情节。 比如说《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上元节恐袭事件，这个事件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此为虚；实呢，指的是这部戏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都是有根有据的，人物很多也都有历史的原型。《风起洛阳》这部戏，我想可能也是一样的，也是有虚有实。虚的部分呢，现在情节还没有完全展开，这个呢，咱们以后再慢慢说。 至于实的部分，就是这部戏的历史背景。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比如说剧中出现的武则天，那么大家自然就知道这部戏说的是武则天时期的事情。那么到底是武则天哪个时期的事情呢？是他执政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气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部戏又说的是哪个时期呢？在这部剧的第一集，剧中的武则天曾经提到了一个年号“太成”，她是这么说的：“说自太成元年起，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告密者了，原来他们都是被杀了。”以前呢，我给大家讲过，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这两口子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喜欢改年号。高宗李治在位三十四年，用了十四个年号。他的老婆武则天更加过分，总共在位二十一年，用了十七个年号。但是在武则天的众多的年号中，却没有一个年号叫什么“太成”的。后来我无意中看到了《风起洛阳》在半年前的一个小 trailer，就是一个两三分钟的精彩镜头剪辑。 其中就有武则天说这番话时候的镜头。不过那时候武则天说的是“自长安元年起”，长安确实是武则天的年号。武则天说“自长安元年起”都好几年了，都没有再见过告密者。这句话呢非常的关键，它向我们提供了两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 第二就是告密者将要发生的案件和告密者有关。我们先来说说第一这部剧发生的时间。武则天说自长安元年起，已经过了好几年了。长安这个年号指的是从公元701年11月到公元705年的2月，三年多的时间。而其中从701年11月到703年的8月。 武则天和他的儿子太子李显，他们是住在长安。七百零三年八月以后，才又搬回了神都洛阳。而在剧中，武则天讲这句话的时候，人在洛阳，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断，武则天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在公元七百零三年八月以后。那时候，自长安元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 那么又是七百零三年八月以后的哪一年呢？这个呢就更不难猜度了，因为长安是武则天倒数第二个年号，她最后一个年号是神龙。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马上就会反应到，神龙莫非指的就是神龙政变？没错，神龙这个年号是开始于公元七百零五年的二月。 一个月以后，武则天就被以张柬之为首的武王赶下了台，所以这部剧对应的历史时间只能是从公元前703年八月到公元前705年二月这段时间。这是作为皇帝的武则天的最后的一段时间。如果说以前的武周王朝时期还是在平静水面下的暗流涌动的话， 那么这段时期就已经到了明面上的惊涛跌宕，朝中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后武则天时代的权力分配而展开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这就是这部剧发生的历史背景。告密制度是武则天在公元六百八十六年，也就是垂拱二年实行的一个铁腕政策。 之所以他要实行这样的政策，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在这之前的两年，也就是公元六百八十四年，武则天废掉了唐中宗李显。大家知道，唐中宗李显做了皇帝以后，想巩固自己的势力，所以呢，执意想让自己的老丈人韦玄礼当宰相，结果遭到了重臣的反对。李显呢，就大放厥词。 说我就是把天下给了我老丈人，又能如何？这下惹得武则天大怒，就把李显赶下了台，另外让他的弟弟唐睿宗李旦继了位。但是呢，又把李旦软禁在宫中，实际执掌权力的还是武则天。当时的武则天已经临朝称制。什么叫临朝称制呢？临朝指的就是在朝堂亲自处理政务。 而称制指的是自称为朕，并以制诏的方式颁布命令。在中国历史上，临朝听制是太后代皇帝执政的一种合法方式。但是，明显武则天并不满足于这种方式，所以她在公元六百八十四年就改年号为光宅，并且迁都洛阳。光宅这两个字是有出处的。 他出自于《尚书》，是在歌颂尧让位于舜的文章中出现的句子，而且在他迁都洛阳以后，还把洛阳命名为神都，很明显是要把洛阳作为主都，而长安则成了陪都。除此以外，武则天还做了很多改旗易帜的工作，把官名啊、朝服的颜色都进行了一番改变，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武则天要当皇帝了。 武则天的这些行动，自然就引起了朝内外人士的警觉。很快，在扬州，徐敬业就以匡扶庐陵王李显的名义起兵造反。当时的大才子骆宾王还写了一篇《讨武兆檄》，把武则天骂的是狗血喷头。但是，武则天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居然笑了。她为什么笑？这个咱们以后再慢慢说。 武则天很快是以雷霆的手段平息了扬州起义和在朝内宰相裴炎的逼宫，但这时候武则天也发现，在朝廷内外有很多人都反对他，都想造反，所以他誓至要除掉这些人，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实施告密制度的原因。于是呢，武则天就开始鼓励下面的人相互的告密、检举、揭发。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个叫于宝家的人，这个人呢是一个能工巧匠，也可以说是一个发明家。不过呢，他似乎没有把自己这个聪明的大脑用对地方。他发明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柜子，叫铜轨。他还把它献给了武则天。这个叫铜轨的柜子，大家在剧中应该也看到。 好像是在每一集最开始的那些镜头里，有一个镜头是两个士兵模样的塑像守卫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呈长方形状的柜子，这个柜子就是铜轨，不过剧中的铜轨跟真正的铜轨还是有点不一样，真正的铜轨并不是黄的，而是四个面有四个不同的颜色。 之所以有四个不同的颜色，是因为这四个面都有不同的功能。柜子的每个面都有一个孔，用于投放信件。信件是可进不可出。这些信件并不都是告密信，告密信只是在其中的一面是黑色的那一面。另外还有青色的那一面，那是投放一些歌功颂德或者想求个官职的信件。 另外的两面，一面是用于给朝廷提建议，另外一面是要求申冤。虽然说这铜轨有四个功能，但实际上发挥功能最大的就是这个黑色的这一面告密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武则天规定要把这个铜轨放在各个县府、州府的衙门门口。如果有人告密，主管的官员不可以问他所告何人。 而必须要马上派人一路把他护送到神都洛阳，要面见武则天。武则天要亲自的接见告密者。一路上的驿站以及所有的吃喝开销全部由官家负责。告密的人如果告成了，他可以得到一个五品的官衔；即使告不成，一路上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最后还能见一眼他们仰慕的女皇帝。 所以很多人都是趋之若鹜，不告白不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剧中吴思月曾经说过，说那两位被追杀的告密者并没有官兵护送，因为这是不正常的。通常告密者一路上都有人加以保护。一时间，神都洛阳告密者是蜂拥而至，武则天也是不识其言，每个告密者她都予以接见。 有了告密制度，武则天又培养了一批执行告密制度的人，就是那一群酷吏，比如说大家知道的来俊臣、周兴、索元礼，这些人以前就是告密者，他们发明了很多酷刑，专门对付李氏皇族成员和那些支持李氏的官员。一时间，朝廷内外是人人自危。告密制度实际上是在军权薄弱的时候采用的一种特殊手段。 这种制度就是通过发动群众，直接越过了以往的司法程序，而大兴冤狱。这种制度短期内对发起者来说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但是长期来说则是危害无穷。发明了铜柜的于宝家，一时间是风光无限，但很快他就发现他高兴得太早了。在铜柜投入使用的一年期间，就有人也是通过铜柜。 举报了于宝家，说于宝家当年在徐敬业扬州起义的时候，曾经帮助过叛军设计兵器，这样于宝家就被关入了大牢，落到了酷吏所元里的手里。他自然是什么都招了。结果，这个发明铜柜的人死在了自己的发明手里，他被处死。 这又不禁使我想起了历史上的另外一个人物，呃，还不是中国历史上，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叫路易十六。路易十六呢，也是一个聪明人，据说是他参与设计了历史上第一个断头台。结果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被赶下了台，自己的脑袋也是被自己设计的断头台给切了下来。 路易十六的祖父路易十五，大家可能对他不太熟悉，但是据说是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大家一定知道，就是“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不过，我们熟悉的这句话可能未必是路易十五的原话，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是路易十五说的。 这句话最早的法文版本，如果直接翻译成英文的话，是 After me the flood，和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哪怕洪水滔天，意思是截然相反。另外还有一个法文版本，直接翻译成英文是 After us the flood，意思就变成了我们死以后洪水滔天，同样也没有哪管洪水滔天的意思。 有人考证说，第二个版本 “After us, the flood” 很可能是路易十五的情妇兼政治顾问蓬巴杜夫人说过的。这句话主要表达的是蓬巴杜也好，或者是路易十五也好，他们对他们死以后的社会的一种悲观态度，并没有表示出他们并不在乎民间疾苦的意思。但是呢，到后来这句话就变成了“哪管洪水滔天”。 而且这句话被很多鼓吹社会运动、推翻统治者所利用，成了一句非常具有煽动性的名言。至于这句话怎么会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是谁改的，已经无从查起。可以肯定的说，不是中国人改的，因为在英文中也有这样的表述方式。 就像当年孔子曾经说过“以直报怨，以德福德”，但是到最后竟然变成了以德报怨。孔老夫子在九泉之下气得直咳嗽，但是也只能是徒呼奈何。路易十六死在自己设计的断头台上，应该说还是幸运的，至少相比起以前处死刑的方式来说，断头台这种方式非常的快速，使他免受了不少痛苦。 在断头台之前，法国人执行死刑的方式非常的野蛮，要么用大锤子砸脑袋，要么用刀砍脖子。用刀砍脖子那绝对是一个技术活儿，有些被执行死刑的人被砍了很多刀，都被砍烦了还没死。有了断头台，可以说是一下就了断了。用断头台这种方式执行死刑，在法国持续了很长时间。 应该是在一九七几年的时候，断头台还处死了他最后一个犯人，到一九八几年才被彻底的废除。之所以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因为用户反馈特别好？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不好意思，又跑题了。咱们再回到武则天时期，武则天的告密制度并没有实行很长的时间，原因很简单，因为实行了几年以后。 那些反对武则天的李氏皇族，该杀的差不多全杀光了，除了李显、李旦以及太平公主这三支以外，其他的李氏皇族基本上是被杀了个干干净净。而拥唐反武的人也杀了不少。这时候的武则天的政坛局势已经非常的稳固，而酷吏却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和抗议。 所以告密制度就慢慢的变得收敛起来，告密者也不会再得到以前的封赏，而那些酷吏们也一个一个的先后被罚办，武则天也开始逐步的缩小告密制度的适用范围和强度，比如说在公元六百九十二年，也就是告密制度实行六年以后。 当时啊，有一个大臣叫张德的，老来得子，非常的开心，所以呢，就把他的那些官场上的朋友聚到他的府中，开了一个庆生宴。在宴席上呢，还偷偷的杀了一只羊，做好了一锅羊肉给大家吃。为什么还要偷偷的杀呢？因为武则天笃信佛教，她曾经颁布指令不允许杀生，所以这次张德也是高兴，就冒着风险做了这么一锅羊肉。 他的那些朋友们吃的也还是很开心的，其中有一个叫杜素的人，一边吃着羊肉，一边把一块羊骨头偷偷地藏在了自己的衣袖之中。回家以后，马上写了一道密折，还附上了这块羊骨头，告张德违抗圣旨吃荤肉。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武则天特意问这位张大人说：“听说你刚生了一个小儿子，真是可喜可贺呀！”张大人很开心，马上跪下谢恩。然后武则天又问了一句：“说你在庆生宴中吃的肉是从哪儿来的？”张德听到这话，马上是吓得体弱筛糠，跪在地上叩地求饶，说：“陛下，我知罪，请求惩罚。”不过武则天并没有怪他。 只是跟他说说，我不让天下的人吃肉，不过是想积一些阴德。你老来得子这么喜庆的时候吃点肉，是不是在禁止之列？这个呢，你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商榷。所以呢，这次我也就不责罚你了。不过你要记住了，以后你要请客吃饭的时候，你的客人要选好了，可别选杜肃那样的。 然后就把杜肃的告密信和那块羊骨头都交给了张德。当时满朝文武对这位杜肃杜大人都是怒目而视，最后这个杜肃也只能是辞官而去。再到后来，告密者变得寥寥无几。虽然告密者少了，但是武则天对朝堂的掌控力度却明显的加强了。这个时候的局面，应该说是他所乐见的。 一直到了公元六百九十九年，在这一年，武则天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这时候，她身边的所有人可能突然意识到，他们这位精力充沛的女皇也会生病，而且这时候的女皇已经七十六岁，这时候的生病很可能会死的。那么，她死了以后，又该？ 怎么办？朝堂内外开始暗流涌动。好在在这之前的一年，武则天已经接受了宰相狄仁杰的建议，把他的儿子李显立为了太子，这样也就解决了长时间困扰武则天的一个难题，就是将来她驾崩以后，是把皇位传给姓武的，还是传给姓李的？ 从公元六百九十九年武则天生病以后，武则天的执政时期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是代政时期。这时候的武则天因为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所以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朝堂之上，朝中的大小事务基本上都交由她唯一信任的宰相狄仁杰来负责。 武则天也乐于轻松下来，开始享受她多年奋斗得来的权利，而给她带来的慢生活。这时候，她身边已经有了二张，也有了能为她带来很多快乐的空贺间，她的那些面首们。这或许是武则天执政期间最轻松的一段时间，不过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到了公元七百年，狄仁杰去世。 武则天痛失古功之臣，当时的武则天是非常的悲痛，她对着满朝文武说：“阁老一去，朝堂都空了。”说的当时在场的那些朝臣们是面面相觑，心中嘀咕着：“那我们都算什么东西？”狄仁杰去世以后，二张的野心开始变得膨胀起来，他们开始参与朝事，而武则天对他们也是听之任之。 这样的话，在朝堂之中就形成了两股势力，一种是拥张派，一种是反张派。那些武士子弟基本上都是拥张派，而尚存的李氏皇族人员都是反张派。二张专权，朝堂之上是乌烟瘴气。一年以后，就发生了一桩惨案，史称东宫惨案。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公元七百零一年，当时是李显的嫡长子李重润和他的同胞妹妹永嘉公主李仙蕙，以及李仙蕙的丈夫驸马武延基。武延基是武承嗣的长子，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亲侄子。这三个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提到了二张专权，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之意。 没想到这件事情就被人向二张告发了，二张又在武则天面前挑拨，让武则天一怒之下就把李显叫来，让他看着办。性性胆小懦弱的李显不敢得罪二张，更不敢得罪他的强势的母亲武则天，所以呢，他就让他的儿子李重润和他的女婿武延基自缢。 而当时已经身怀六甲的永嘉公主也因此事京剧难产而亡。东宫惨案使李氏皇族和武家都失去了他们重要的接班人选，李家和武家开始对二张恨之入骨，二张也由此失去了武氏的支持，这是二张的第一座。 或许是为了缓解李氏家族的愤怒的情绪，也或者是为了最终解决吴李两家之间的矛盾，武则天在公元七百零一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率领着太子李显、项王李旦以及一干大臣回到了长安，同时把武周时期实行的周历又改回了夏历。 这两项举动明显的是释放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就是武则天在为自己的交接班做准备。因为长安无疑是李唐皇室的象征，而洛阳是武周政权的象征。这时候回到长安，就等于是释放了一个要还政于李唐皇室的强烈信号。再加上改历法，所有的朝中之人相信都已经看出了女皇的用心。 其实啊，在武则天的晚年，她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在她驾崩以后，如何保全李家和武家。她让李显做太子，除了能够保证他将来能够继续得到太庙的供奉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李显将来如果承继大宝，那么他承继的是武周王朝，这个皇位是武则天传给他的。 如果李显登基以后彻底的否定武则天，彻底的清算武家，那么他也就失去了这个皇位的合法性，因为他是武周王朝的太子，不是大唐的太子。只要保住武则天这杆大旗不倒，那么武家就不会受到清算。至于李唐皇室的复辟，在武则天看来那是迟早的事，只好就随他去了。 既然已经决定传位于李显，那就不如好好的做一番人情，也算是把李显扶上马，再送一程。所以他在长安有了这样的举措。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或许武则天就不会再回到神都洛阳，而会在长安把政权交给李显。或许这早在武则天的计划之中。 本来一切进行的还算顺利，可是到了公元七百零三年的九月，二张又出手了。这次他们是一纸诉状，告当时的宰相魏元忠与司礼丞高简两个人呢私下议论说武则天已经太老了，应该马上传位于太子。这句话彻底的把武则天激怒了。 也许武则天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让你李家的人能够顺利登基，你们又何必这么猴急呢？魏元忠是李显的人，而司礼成高简的背景更加的深厚，他是太平公主的面首。武则天把魏元忠跟高简贬出了京城，自己也一怒之下宣布回到了神都洛阳。 这等于又释放出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一个信号。难道说他要改主意了吗？二张的此举也可以说是困兽幽斗，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李唐皇室上台的话，绝对没有他们二人的好。但是他们这样做，不光是得罪了李氏，还得罪了一个他们根本就惹不起的人——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的丈夫是武攸暨，所以太平公主是介于李家跟武家之间的人，而且又是女皇身边的人，她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她的决定也关乎全局。二张得罪了太平公主，这也是他们的第二座。这时候了解了当前局势的二张的朋友们都非常的清楚，如果他们想找二张商量事情的话，只能是中午去了，因为二张。 早晚不在，他们早晚会死。武则天是在公元七百零三年的十月重返洛阳。从这个时间到公元七百零五年二月爆发的神龙政变这段时间，各方势力可以说进行了最后的角逐。李唐皇室的人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他们不能再等了，他们必须尽快的除掉二张。而除掉二张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扳倒他们的女皇帝。 这时候，太平公主已经站到了李氏皇族的这一边，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最后的一击。而其他的政治势力，二张也好，武士也好，也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他们也在做放手一搏。所以这段时间的朝局可以说是波涛汹涌，杀机四伏。而这部剧背后发生的历史时间，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的。 某一段，好了，说完了这部剧的历史背景，咱们再说一些轻松的话题。这部剧我看了几集，从目前来看，拍的还是非常的考究的，对唐朝时期的风俗服饰表达的都非常的准确。比如说，在百里弘毅婚礼的那场戏中，有一些细节让人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比如说，百里弘毅的父亲百里延，他顶上的那个官帽。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会注意到他带的是一个三柱冠。这个三柱冠可不是什么人都敢带的，而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员才有资格佩戴。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只能带二柱冠，而九品到五品之间只能带一柱冠。可能有的朋友会问，有没有更多柱的冠呢？比如说七柱冠、八柱冠？ 我想这个应该是有，但是呢，那个就不叫冠了，那个应该叫框。还有就是新郎新娘穿的婚服，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唐朝的婚服红男绿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红男绿女这样的婚服只适用于平民百姓。 而剧中结婚的百里弘毅以及柳家的女子，那都是官宦之家，而且不是一般的官宦之家，所以他们要穿与他们身份相符的婚服，而且婚服的颜色自古以来也并不是只有红色才是王道。在周朝的时候，婚服的颜色是黑色；到了唐朝，红色、青色、蓝色都是吉服的颜色。 剧中新郎百里弘毅穿的这套婚服，那确实是有讲究的。这套婚服叫“爵变，颜色呢是蓝色或者是深青色。在古时候，因为漂染工艺的问题，蓝色、灰青色以及绿色往往是分不太清楚，所以有时候青色看起来就像蓝色，又有时候像绿色。爵变的颜色就应该是青色，然后配一个黑色的高帽。 这实际上是一套官服，因为百里弘毅的父亲百里延是三品的高官。百里弘毅如果平时穿这样的衣服，那叫僭越；如果他结婚的时候穿这套衣服，就不叫僭越了，叫奢盛，是允许的。也就是说，他可以穿他父亲的官服，临时的牛叉一把。新娘柳氏也是一样，他穿的这套衣服呢，叫宅衣。 上面有很多鸟的图案，这个鸟叫翟鸟。通常来说，上面的鸟越多，说明你的身份越尊贵。如果是贵为皇后，那么她翟衣上的鸟更是不计其数，密密麻麻的，远远的看过去就好像是一个行动着的鸟巢。现代人结婚基本上是上午迎新娘，然后中午就举办酒席。 而在古时呢，则是在黄昏的时候呢，要去新娘的家里去迎亲，然后要在掌灯的时候举行婚礼。所以说，现在婚礼的“婚”实际最早是来源于黄昏的“婚”。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剧中的新郎新娘给家中的长辈行礼的时候，男子是跪了下来，女子却并没有跪。这并不是说柳氏新娘有多么倨傲。 这就是当时的习俗，并不是古时都这样。古代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男女都要下跪，而只有到了五周时期，女子是不跪的，只有男子下跪。究其原因，这或许是女皇给天下女子的一个福利吧，又或者是让男方熟悉一下下跪这个动作的动作要领，也就算是婚前热热身。 关于剧中的人物，他们能够对应到历史中的哪些真实的人物？这个呢，大家容我一点时间，让我再仔细的看一看这部剧呢，可聊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嗯，今天呢，咱们只是开一个头，我呢也再去追几集，咱们下次找个时间再聊。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 Frank 为您讲述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